请收看《卫星世界》阿弥陀经。西方圣地些，大家好早，咱贵国先师啊，甲咱开始。哈，人生在世间呐、啊，拢是用相亲、相扶、相对待。哈，往往真侪人无智慧、无理解人生的真意的时，往往人甲人中间呐、啊。拢甲化为解说为冤亲借主，尤其是对某囝的代志，也是红婿个囝，拢甲叫做冤亲借主，这点是非常非常的错误啊，非常非常的错误。啊，某囝拢是生生世世，大概有约束，你过去生。无量劫以前以来，哈，或是在天上，或是在世间之时，大家拢是心心相印，互相修这个约束而来啊。伫未来生、未来世，某一个时阵、某一个因缘，一定会生活伫共一口罩，大家互相修来关心。互相相疼痛，互相相相亲相扶啊，唔是合作冤亲甲借主啊。有诶人，翁仔某合作冤亲，借主囝子女合作借主，这种讲话咧是无真有智慧诶讲法。殊不知啊，咱人会当斗阵。生生世世一定有真心的好姻缘，才会来斗阵。那么这些阿母互相的小相杀，互相小诽谤，互相呢小拼性命，互相小欺瞒，互相这个小伤害、小重伤啊，这拢是无开过，因为一己之私的人所发生的。各位，咱一个人，咱。是佛菩萨，佛来化身，来转世。咱是安尼，正哩无智慧，正哩自私自利，为了一己之私，想尽办法，惹骗，伤害着家己某，伤害着家己翁啊！咱是安尼，正无自悲，正无感悟呢。咱要是人，咱毋是精神，毋是动物。无这个感情，无这个智慧，咱是人，是安那未晓要少尊重另外一半呢？想起来足奇怪，足奇怪的人生啊！各位，会记哩，咱拢是佛来转世，来到世间，咱拢是各家，因为尽着人生的调和，世间的调和，咱来世间佫出世，大家结为翁仔某。咱就无需要互相受伤害，爱爱个哪啥呢？那无爱的时啊，上法堂、上法院，共助社会，互相受伤害。那这种的人无资格讲做人啊，无资格，无资格啊！所以咱社会也是安尼这样乱，都是拢无开悟。拢是自私自利的人，咱爱忏悔，爱反省，爱见效，爱忏悔。咱爱向祖先忏悔，向咱的祖公啊忏悔。祖先咱辛辛苦苦养育咱这大汉，咱未晓要少尊重另外一半的人，可惜，可惜啊！所以各位啊，咱大家来世间，咱拢是佛的，拢是佛啊，是神啊，来转世。咱不是佛，不是神，
咱无可能来转世。咱若是动物之时，咱无可能转世做人。咱会当做人，就是从过去生足侪动物的歹习惯拢改掉去啊，才会当来做人。那么，咱是安尼未晓要来受尊重呢？咱是安未晓要互相相疼爱呢？我只结缘着真侪真侪信徒，吼、哦、阿嬷呢，想尽办法的受伤害，为了自己另外爱过一方的时，你就想尽办法来侮辱着另外一方，另外翁婿嘛好，另外家己某嘛好，来侮辱想尽办法要甲杀掉，要甲离婚，吼、哦，还是要想尽办法要甲怪罪伊的身躯顶。拢是检讨别人的错误，将来唔要检讨自己有爱心无？有智慧无？有仁慈无？有大悲心无？咱拢无，拢无。所以各位，咱若看到真侪翁仔某咧，在遐哥哥弟啊，在遐咧，吼无中生有啦，在遐互相为着一己之私，或者偷窥外遇，哈，我豪华外遇的事啊。啊，带阿母一念堂，带阿怪东怪西，斗互朋友听一下，这种人上可恶啊，上可恶，无智慧，安尼可恶，伊未记哩，伊是佛来转世啊，未记哩，伊是菩萨来转世，未使伊是未记哩，是神来转世，伊是有爱心，是安尼将这爱心拍唔见哩，感觉互人感觉足疑问的，足疑问的啊，然后才伤害着囝，伤害着伊的孙，这种啊，哎呀！可怜，可怜啊！所以各位啊，咱爱甲即时甲个爱力求保心，保啥心？保持咱即个爱心，莫去怕唔嘅；保持咱即个善心，莫怕唔嘅；保持咱即个良心，莫好怕唔嘅。那呢，咱人生一定幸福，一定光明嘅嘛。各位，咱真侪人事事不如人意的代志有够侪，咱是世间事事行行真侪，予咱家己起惊吓，心未安的代志嘛有够侪啊。所以咱唔通去结怨仇，过去结了怨仇就结啦。咱一生绝对唔好甲人结怨仇，尤其阿母中间啊，唔通结怨仇啊。阿嬷中间的结的冤仇，生生世世千辈的背袂你，吼、哦，无法度想尽办法，你要来甲杀掉的时啊，那么拢错去的想法了啦。好、哦，以及你要安尼嘞，要结这冤仇啊，咱现在咱我开始忏悔，人非圣贤呐，神仙拍过有时错，既然过去错都错啊，咱得佛前。菩萨前，神的面头前，咱来求忏悔，将过去所做的恶业，哈、哦，无数以来的贪嗔痴，哈、哦，无数以来所做的一个犯错，一个糊里糊涂的代志啊，咱的佛前，咱来求忏悔，所以咱也欢迎嘞，哈、啊，这两三天，恁有时间吃，咱用来台北，咱的大安寺来吃。拜菩萨，哈、啊，咱家佛祖的圣诞，咱来按一挂咱的完成光明灯，予咱较有智慧咧。按完成光明灯，予囡仔较有智慧，较袂阁糊里糊涂。有一天，咱做祖先的时，咱一个红鸡桌顶，哈、啊，看到囝甲新妇糊里糊涂，在遐怪来怪去，怨天怨地，到迄时阵啊，咱自自然然，咱只啊。嗯，在为安尼做才好啊！讲因也唔听无，比因也无看着，所以才惊惊顺顺，一地一地生生世世，弯弯修修，结未了，化解未了啊！讲伊是方程，伊说啊，贵国先师王禅都说啊，自道家出版二十多年以来呢。啊、一直在跟人强调，人和人中间要互相相尊重。那么人和人中间要互相相尊重，对对做起，对家庭阿嬷做起。阿嬷是上好的老师，阿嬷是上好的指导的大菩萨。哈、啊，咱若是翁婿有当时啊糊里糊涂的时，咱做某的呢，咱啊一旦尽量早变当淡的，爱忍个淡。
因为一时的糊涂啊，咱爱等的，爱等的，爱等的。因为世间的亲人，阿母相亲，啊，不要讲母阿讲以外呢，啊是阿母相亲，相亲相扶啊，相亲相扶啊。好，所以啊，哪家叔有太太，心内不平衡的时，哦，伊心内真侪烦恼的时，咱做翁婿，咱唔通甲放弃。为啦，看了太太，干嘛？咱哎呀，无下咱的人力，咱伫外口得出去吧。干嘛人力？哦，我伫外口是社会高级阶层的人士，哦，有水准的人，结果啊，骗某骗囝，下家某等一边的时啊，这种的人非常的无慈悲啊，爱反省，爱忏悔，过都过去啊。好好练习做人，这为什么今仔日老祖几个先师爱我讲这呢？因为现在社会啦，已经有够乱啦，有够乱啦。尤其开放的哈、啊、两岸通商以来啦，咱真侪生理的人嘛好，还是上班的人嘛好，到大陆去，真侪脱俗的行为，你一旦弯。满足了一时的欲望的时啊，但是我都满足你内心良心啊。人的心，你满足了一时，后一波后一个念头的时，是我都满足了，无可能的代志。后一时，是咪我都真真正正保持着你原来这么逍遥，你这么感觉真正快乐的心呢？要唔知世事无常，诸事无常，诸法无常，人生无常啊！所以，咱的诸佛菩萨咧，伫下方世界有四诸佛，下方世界有四诸佛啊！啊，就是叫咱即时觉悟，力求不生啊，进退困难，众生无碍，欲求精进，以利大众。欲求真精进，就是咱一个人要做一件代志的时，以咱身躯边的出来、家来、阿母、母阿囝、老爸、老母的智力为原则、为考虑在先，然后接过来考虑全民、考虑社会大众。若是一个人，我都考虑着出来的吼母囝、老爸、老母的安危。啊、哦！会心安的时啊，咱这种起的时，你讲要帝国平天下，这是种骗人的人，骗人的人，口是心非的人。所以，咱来到世间，咱用佛菩萨的化身来转世，咱为何会家出做出这一个糊里糊涂的代志出来？所以，即最近来，咱社会即个分辨是有够侪，家庭问题有够侪，囡仔唔知要安怎，有够侪啊！可怜，将心比心啊！咱都是人，咱都是诸佛神菩萨来化身来转世，为何伫世间会惹出做出这样的一个糊涂的代志？是啊，无学分，无学这个角色，无学分。无学诸佛菩萨的妙法，无学诸佛的善法，无听经闻法，所以尾啊咧，咱才会惹出这样子、这样子烦恼啊！咱时间的关系，到这一段落。